就要离开罗马了，登机啦！第一次坐这个阿联酋的航空，感觉好气派。Hello， 我现在在大阪，开启我的大阪第一天。现在是中午12点，还挺冷的，-3度。是我从地铁站出来遇到的第一家，然后就随便吃了一碗，还非常不错。我现在到了大阪城，今天下雨了，超级冷，但是还是有很多游客的。柯南迷随机考察，这个地方是哪儿？能感觉这些模型做的都非常好，就是很逼真，这个沉浸式体验。到这个黑门市场了，好像昨天其实也路过，尝一下吧。